天风满天雪飞作花，掺着汤酸的情话，捧着一碗相思杯，问风度思念是啥花。什么代志愈闹愈大，闹到全世界拢知影。只是哦，我惊死到下面做的人是你。对话，你抓住我这戆，会够你骗遐尼久。罗小姐，麻烦你一摆。你对伊够有印象？伊是啥人？我也无识识啊。伊识识你就用的啊。迄个时阵，你要做引产手术，为阮家摕走100万。也毋过，你敢若是伫个手术房内底做产检尔。然后，你摕10万块，拜托这位护士小姐，叫伊替你伪造一份引产报告。我讲你敢听？你安尼做无？我无。有啦，是你拜托我的啦。赵小姐，10万块我还你啦，而且我嘛愿意做证，请你吼卖告我。杜伟伟，你想做安尼做？你钱摕摕就应该照片照去啊！你即摆囡仔过来有啥意思？你想讲囡仔生落来了后，搁要到我顾客店哦？你那遮尔袂记袂少？你讲我秘书跟你无关系嘞，这囡仔敢不是你的？还佫有你啊！你钱拢收啊，你竟然出卖我，做人哪会这样无道义啊？杜伟伟，我无甲你假释，要指责别人进前，先检讨家己敢有唔对，莫连家己吼嘛袂落惨对。刘小姐，多谢你来跟我做三工，收落来，我家己处理，你当先离开啊。好啊，既然代志拢撇空啊，你即摆拍算要安怎啊？我要一个保证，我要保护我的家庭，还佮婚姻。切结书顶头写甲清清楚楚，在你有生的这段时间，你所有开销，阮会负责。等囡仔生落来以后，请你把抚养权让给永俊，然后我逐个月给你6万块的生活费。凭什么你讲的我都爱照做啊？除非啊，如果你有1000万，我就会考虑答应你的要求。你若准讲我袂有着假惺惺。进前你讲要甲囡仔提掉，对阮才摕走100万，结果嘞，你敢安尼做？我即马若是赶快给你一大笔钱，你钱提提，以后再来教咱阮的生活，阮是要安怎？倒不如哦，我即马逐个月给你生活费，时到，你若想要变乖变乖，你的生活费
我随时会当终止支付。还佫，伫个囡仔出世之前佮出世以后，你拢不准佮永俊有任何的交谈。我予你一天的时间考虑，考虑清楚以后，等下七月初顶头签字。等你签字以后，我会马上请律师来公证。永俊，等你走。今次大家这么硬的，我看现在只剩一个人可以救我的宝宝。阿姆，丽娟姐哦，若偷掉我的资料，今仔见面的时阵哦，伊对我有够歹的啦，拢无带谅我是有心的人，佮对我大细声。我巴肚内底你的金孙哦，拢去予伊惊着啊。李官哦，嘛是有巧啦，迄为着要保护家己的家庭，会晓出去保。阿姆，妈，你哪样可以讲话？哦，啊，这属实啦。啊，人伊原配你唔是啊？啊，而且你即马巴肚内有伊人的囝呢，啊，人佫愿意出钱乎你，啊，乎你离开因翁，啊，安尼有甚物唔对？搞做人啊啦，我甲你讲。你哦，啊，谁叫你啊？叫你妈咧一天到晚啪啪走，后边去遐代志你都唔听，啊，无代志才麻烦。哎，啊，不就是安怎，拢无你代志哦啦，啊，一日啊一句都唔讲，啊，唔得到处注意讲安尼啦。我就咧想哦，其实微微哦，啊，答应李冠的条件也袂歹啊，逐个月拢有生活费。囡仔，我带恁去钓家吃，恁大家拢欢喜嘛。永俊讲了无唔对，本来我嘛拍算要学话，甲囡仔生来了后就叫伊走。即马李官佫愿意出钱，唔免我出，拢唔免我伤脑筋，安尼佫搞。有理有理有理，你讲的有理。有理是怎会有理啊？你莫咧一人一句替我做决定好无？这个宝宝伫我巴肚内底十个月呢。我跟伊是有感情的，你哪会当叫我一生出来就叫我走？你到底跟我做做啥？詹永俊，我看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爱我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莫小手跳出我甲宝宝，你若是继续安尼做，我会甲宝宝传到远远远，好，你永远拢找袂到。嘿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哎呦，唔通安尼啦！你，阮孙伫你巴肚内了，啊，你若出去哦，安尼啪啪走，啊，阮孙会缀咧食苦。卖啦。微微啊，你甲你奶啦，为着还阁有一天的时间，我来想办法。哎呀，嘿，微微啊，迄其实代志要解决咯嘛，足简单的啦。我来讲啦，李冠宇这人软心。你若较吞忍的，啊较忍耐的，伊袂晓我甲你为难啦。你想看卖咧？佫几几个月你要生啊呢？你安尼甲伊硬断的，啊对你有甚物好处？无啊！啊万一伊若真正要甲你讲，你佫无法度落伊遐罚金，啊你是毋是真正爱叫人乖？啊敢讲你真正遮尔爱伫遐笼啊内伫遐生囝？卖啦！哎呦，你敢我唔敢啦？妈，我听来听去拢是咧为着你的金孙在想，我挂嘞，挂嘞。哎，有可能是地官啊嘞！去，好啦，别哭啦，去要避啦，我不逃，不逃。你不要，你干在创啥啦？我歹味哦！阿婆，你们三公司闹鬼，有人去白啦！啊，你是怎样？气干你！哎呦！
哎呦！哎呦，歹听到的啦！我放弃啊，我一定无好待。Hello， 秦母。Hello， 米奇。哎呦，阿你想怎？哎呦，我再来我家，什么鬼事啊？阿我就找阮妈做的泡菜，给你吃啦。三更气味嘟嘟好，你吃看麦，吼。讲话才好嘞，一定贵。哎呦，哪会说的麻烦你啦？哎，就给我用枕挂就好啊，哎，还给你走去抓。没麻烦啦，啊，我骑奥多曼，咻，这就到啊。而且哦，在厝内底跳过是啾啾啾啾啾啾照顾我。啊！我照顾伊大家嘛是应该，对不？对了对了，好，你做乜代志？我讲，即卖少年人哦，喊你叫你阿爸在手啊啦，赞！秦母天就不得请你啊，妹啊，我来就好啦。啊，你吃泡菜来，很好吃的哦。谢谢。对，杜维维一定住伫咧秦母家，迄个贾永俊哦嘛一定知影。啊好啊，你这个香槟乌巴桑，我一定要拆破你的假面具。秦母，歹势啦，我水啉伤济，足着急，借一个便所好无？拜托你啦，拜托。系啊，永俊甲维维唔知毕业到。啊！你是不是在变数和米奇坏一边做？米奇啊，歹势啦，是安尼啦。啊，阮家马桶哦，拢脱掉也未通。歹势，你若要变数，我无巷仔口，哈，巷仔口变你上面，硬硬叫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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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千万不应该，我忍袂住。啊，你不是套房，套房应该有变数，就我英姐，就我英姐。这个我的房间，啊，别墅是我家己食咧用的，我袂管是借人啊。哦，钱嘛，我就着急，我忍袂住，拜托姐，借我用一下好。哎呦，救鬼啦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哎，好啦，哎，看你这么紧张，无就用一摆。跳过，讲这情形，再看要安怎做。行啦，我想想，无想要就别说，拜拜。你、欸哦，不，不是。安娜，搬到不松快。可能是我伤过紧张啊。宝宝都只要读完嘞，歹势，我你收一款，家己来。最近中南爸有一个新产品，叫做养生酱油，伊讲全一款要我嘞，要我去外口做你门口。是讲，等我看好在，我就认认照顾你母仔，啊，吞吞嘞，伊安尼一家三口，就当幸福过了。听你安尼讲，我都较甘愿啦。我都知影你袂放弃我甲宝宝。
个打火英雄，好帅啊！想袂到伊即马就要变做我的红婿啊！我哪会这么好运着？阮科长今日讲个超代志，我想烦恼也注意看。是啊，我即马有一个紧急的代志要来处理，听清楚。是啊，我才应该是你的事。三立台湾台，甘地人生。